竹棒在左半边，哎呀，冲天可惜了，打了这么理想，但是球被林孝成接伤。左半边的飞球，哇，今天林奕泉账面上是两支安打，但应该要是三支才对。哇，真的掉到了。啊，内角拿到好球，外角让打者挥空。今天陈胜平没有办法跟上前辈林奕泉的脚步，就是滑球，三垒发叉，哇！结果这一拍，刘基宏弯下身体，没有办法把球给接到。现在让狮队呢在八局上又来到了得点圈了，选择用反手接球。但捞起来的时候碰到了手套的下缘，左投手，然后又是后段的时候，胡爸爸呢，那就会是林月平的第一首选。滚地球，再来考验一次刘基宏，接到之后稳稳的传向一垒，狮队在八局上真的要落泪了，再次留下了二三垒的得点圈机会。